那雪地当中啊，这只成年雪豹体型健硕，萌态十足。雪豹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，常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山顶脊部，那有着雪山之王之称。而因为处在高山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，也被称为高海拔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气压计。雪豹的出现也预示着当地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得到改善，生态系统逐步恢复，食物链日趋相对完整。